这名声不是说没人骂你对吧？名声是说你他怎么骂你，这名声都在哪儿呢？对吧？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名声好对吧？就是你说那天我一个朋友吃饭了，他就说这个万达，你们并购万达的时候，这个姿态比较敏感，这个别人都觉得敏感不敢什么。我说扯你妈蛋！我说谁有？我说王健林就没有给任何人这个机会。他第一个找我谈，我就成了。你什么敏感不敏感？你根本就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谈对吧？我说你这个问题从哪来的对吧？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谈这件事。王健林第一个找我，我们就成了。又没有机会，什么敏感不敏感的？你根本就没有机会，什么这都是什么问题啊？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